其實今日呢套衫係我同造型師一起決定的，咁本身想行仙女啲嘅路線啦，點知試咗啲白色裙都唔係好啱心水，咁最後造型師就 send 咗呢一條裙俾我睇，佢就話：你夠唔夠膽？我哋今次再試下。咁我就好啦，你訂翻嚟我哋試下啦。咁佢話因為呢條裙咧，佢話個 brand 其實係要好瘦好瘦先著到。咁我都好懷疑自己著唔著到嘅，結果好彩啱啱好咯。可能我最近跑步，即係跑步之後就基本上好多嘢都可以食得。係，尋日先飲完茶啫。咁我做咗啲措施，萬一驚飲咩事可以驚。驚走光係咪啊？但係佢好硬身嘅，我 surprise 嘅，因為我第一次試嘅時候咧，只係試啱唔啱身，咁就有好多位置我自己冇再去留意。不過今次再著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佢其實好。好硬身啦，好穩陣咯。係咪自作啲今日最佳衣？我好想攞咯，好想攞俾我嘅造型師同埋我嘅團隊咯，即係化妝師、髮型師都好想攞呢一個獎俾佢哋。上台慶就冇獎啦，今日又執口咁，係咪即係上次？其實我試嘅時候冇呢個效果㗎，因為我試嘅時候喺屋企試啊嘛。咁就係普通翻到屋企就咁試啱唔啱身啦，咁就未加任何安全措施落去嘅，諗住啱身就冇問題啦。咁就算有冇試唔試呢啲嘢都唔緊要啦，最緊要著得到嘛。咁跟住今日加埋啲穩陣嘅措施落去之後就，哦，原來有呢一個效果，大家都話唔敢睇某啲位置。都知道大家都好期待睇下我下一次再下一次啲裙係點樣，所以一次比一次難嘅其實。我覺得最緊要係條裙靚同埋啱我個 style， 我好中意呢條裙，佢好型其實，同埋佢其實黑得嚟又閃閃地，又唔算太低調。我對自己有信心嘅，但係當然啦，對手都好強勁，亦都有好多好幾個前輩喺個十強名單入邊，咁希望自己可以入到五強先啦，攞唔攞到獎就後話啦，係。準備咗個獎品。我準備咗呢一個攞最佳衣著獎嘅感言。